大家好，我是威廉峰 ，Vancouver 保时捷中心 Dilawri Group， 这是我们2017最新款的保时捷 SUV 巨补车，我们的地址是688 Terminal Avenue Vancouver。这一部是2017保时捷的巨补车 Macan， 它的发动机是 2.0 涡轮增压，拥有252匹马力。金属白的颜色，外面四轮驱动，外面拥有18寸的轮毂，行李架有盲点助力，卫星导航。这部最新款的吉普车 Macan， 它里面有运动版，还有卫星导航，采用是 Bose 音响。这个座椅是属于跑车的座椅，它拥有14个方向可以调节。巨补车 Macan， 它的坐地性能非常强，开起来非常稳重的，安全性非常高。冬天的时候可以去爬山、滑雪。我是 William Fong， Vancouver 保时捷中心 Dilawri Group Company， 这是我们2017的保时捷巨补车，希望大家来试开我们的2017的 Porsche Macan S， 地址是688 Terminal Avenue。Vancouver.